是换完纸之后，它这里如果就是说你输进最小它到一百，打比方到一百了啊、哦，然后你换完纸之后，尽量把它这里解开，输个大一点的，输个大一点会抓力稍微大一点，它纸张大一点会走得快一点，不然的话它要转几圈，很慢的速度转几圈它才会跑快一点。哦，就这个弄换完纸之后，这个要输大一点是吧？张力大，然后它跑得也快。对。然后就是装刺孔刀，调折底这个齿轮一定要关，伺服齿轮一定要关掉调。就刺孔装刺孔刀和那个底这个插底刀是吧？对。这个刺孔齿轮一定要关掉，不然会怎么样？不然有时候会伤到人。哦，伤到人很危险，一定要关掉。一定要关掉。然后这一个是调这个收料台这个四根皮带的时间，走得快慢的时间，这四根对，走得快慢的时间，这是归哪个管呢？这个哦，这个这一个管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对，这个好像就是计数的哦，这是计数的，计数。对，这一个就是那个轴子检测。轴子检测，哦，这个轴子检测。嗯。那这个是哪？胶水延迟几秒的。胶水延迟几秒。对。这里就是调装。是这个按钮啊。对，这个按钮，按这这里一般正常是15。十五后面输个45就差不多，不用太大。哦，正常的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膜的话，这里可以输大一点。就是用什么膜？膜这里可以输大一点，输大一点。膜的这个张力可以给它稍微往上面大一点调。再粗平一点。对。80。